How honored and pleased we are all to be here, excited for the special event for you and your husband and your family. We just wish you all the blessings, joy, love. Keep love in your life. Enjoy. From DAIS.喂，马经理，新郎新娘家当做好准备。I'm Vivian and Leo. Kevin and 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we're wishing you a wonderful journey. 您福地，古月更香平。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他将伴随大家的掌声去迎娶他美丽的新娘。掌声响起。这个世界实在美妙，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人能陪我到老。这个世界实在美妙，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人对我一生的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交付仪式，挽着爸爸的手走向你幸福的港湾。亲们，我今天把女儿交给你，希望你一生一世照顾好我的女儿。爸爸，相信我，我会一生一世的用我的生命去照顾你。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诺，请呈上鲜花，呈上这份爱。婷婷，相信我，我用我的承诺去维护我们以后一辈子的生活。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请你相信我，请你嫁给我吧。我愿意。呈上鲜花，呈上这份爱，去拥抱你的爱人，掌声给他们。从此完成了菩提树下的心愿，从此回归了生命的另一半。好，女士们、先生们，所有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锁定频道，关注爱情。有请二位新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沐浴着爱情的花语，步入神圣的新婚礼堂，掌声祝贺，祝福你们一生爱的伴侣，祝福你们永结同心的恋人。朋友们，走到哪里，掌声就到哪里。时刻，我为二位新人点燃这象征爱情的火把。此处应该有掌声，去点燃爱情圣火。点燃的是你们铭记一生的日子，点燃的是你们幸福的每一天。我为一位新人把这爱强于太阳，太阳将永生不灭。我为一个新人把这爱成为月亮，月亮将晶莹剔透。就明白了什么是爸爸，爸爸就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和儿子买汽车的人。来，我们把掌声，我们不管这里边有多少钱，但是这是爸爸妈妈的一份心意，爸爸妈妈的一份爱。钱是有数的，但是这份爱无价。来，谢谢爸爸。谢谢爸，我祝你们永远幸福。鼓掌吧。
爸爸亲。为什么向他明白了什么是爸爸？爸爸就是骑着自己骑着车。你对父母最大的孝心，就是让他们婷婷永远的开心幸福，能做到吗？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各位来宾，各位亲属，大家好。大使的印，在这喜庆的时刻。我代表我的家人对各位来宾，你亲们，我要对女儿说一声祝福。首先祝福他们的爱比天更高更广，情比海更深更长，愿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同时我还要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要互敬互爱，要别着别着啊，要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窗前的好儿子。今天我把女儿交给他，我感到非常的放心。你是我心中永不落的太阳。请展示戒指，沸腾的爱情见证。庆伟，请对你的爱人发表爱的宣言。出席 Vivian 和 Leo 的婚礼典礼。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me, I'm Suzanne Loughra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at Dalia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You know, when Vivian was hired last year as a new teacher at Dalia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 knew this young, beautiful, intelligent teacher would not be single for long. We all value having Vivian as our colleague and our friend. 有连婷做我们的同事是一件特别特别幸运的事儿。记得是对今天到场所有来宾的感谢，请请让我用掌声托起他们的幸福。真干了，慢慢喝。